近日，郑州大学生大规模夜骑开封，11月8日晚达到高峰，车队绵延数十公里，塞满共享自行车。有消息称，那些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当局如临大敌进行维稳，并警告有境外反动势力加入等等。网民表示，现在年轻人的特种兵旅游形势也让当局寝食难安。近日，郑州大学生夜骑开封爆火，大学生组团夜骑，骑共享自行车五个小时，前往50公里外的开封，在开封游玩一夜后，次日乘坐郑开城际铁路列车返回郑州。青春没有售价，夜骑开封拿下的口号也火遍全网。路媒极目新闻报道，11月8日晚，夜骑人数或迎高峰。当晚，郑开大道从郑州到开封方向部分路段完全被骑行大军占据。刚刚开封，就是河南省的开封，近十万人，说是十万人，不知道有几万大学毕业生到街上走一走，这是无声的抗议，就怎么解读的现象？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都想去当公务员，但是公务员的岗位有限啊，有些人去当城管，去送外卖，都是违心的。大学学的知识，可不是叫他学习送外卖去当城管啊，都想干一番事业，结果现实非常残酷。网传官方消息称至少20多万人参与。为了接住泼天的流量，
开封各大景区宣布大学生免费入园，当地加派交警疏导交通，设置专门停车区。大学生夜骑开封队伍集中涌入郑开大道，导致交通严重拥堵。郑州交警连夜对相关道路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郑州大学生夜骑开封爆火，令中共当局紧张。11月9日凌晨，河南开封官号连推多条言论呼吁，大学生不要扎堆骑行，对社会要有责任心，要激情，更要安全等等。看到没，向东100米是郑开交界的拱门，现在是这么个情况，说20万应该是不夸张的啊，就是向西看不到头。在大学生夜骑爆红之后，让中共当局相当紧张。据海外 X 平台上传出一份河南某高校的内部通知显示，据官方消息，夜骑到开封的人数已超过20万，有单车、摩托车和汽车，还有大量社会人员参与，也有别有用心的反社会人员和境外敌对人员加入，云云。该通知还要求已请假回家的学生早上6点钟前回校，并除特殊情况保证不参与骑行。通知还提到，从明天起，郑州的单车无法到开封，开封的公园恢复以前的营业时间。网友表示，真没想到事情能搞这么大。飞机高铁，全国各地几十万人聚集郑州，骑行去开封。我天，大学生长期被无视，毕业就业困难，经济差，未来没有出路，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再加上酒囊饭袋帽子扣头上。种种因素叠加，需要一次情绪释放，这或许是这次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昨天晚上又有10万家的大学生夜袭开封了，人很多，据说外地的大学生有的啊，为了赶这场，坐高铁坐飞机到郑州，加入了这支队伍，人太多了。10万家的大学生夜袭开封，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大学生晚上共享单车40公里啊，要骑40公里呀、啊！所有的情绪都在这自行车的脚蹬子上，咔咔一顿蹬，蹬到开封，累了睡一觉，起来呢，吃点小吃啥的，这就是主题。哎呀，这个主题说实话，流量确实很大，但是应该是把双刃剑。古代也有这种情况，那古代如果失业人员多了，那时候都农业。或者跟天气有关的时候，收成一差，马上就是我们说的农民起义，那一杀一打，好死一批，好安上来，对不对？把原来的旧朝的人打倒，啊，你这新的去执政，哎，就安上了。唯独我们这，那你饿死饿死，你不你今天中午没吃了，你今天晚上没吃了，没人理你，很难。所以这一点，我们抛开意识形态。不讲什么做法好，我们就这样做。开封这么多大学生上街也是无奈，肯定是不满，这都是有患的之处。哦，骑的人特别多啊，据说最高峰的时候有10万人。然后一个副教授就出来评价说，这是移动造粪机，是酒囊饭袋，说你们不去卷 GRE 卷雅思卷托福卷英语46级卷计算机，你们花着父母的钱去做这些事情。目前
郑州很多学校的老师在班级群里发布信息，希望大家不要夜骑去开封，夜不归宿的尽快报给老师，并且提醒大家不要参与夜骑的活动，被查到的话要按照校规校纪来处理。有同学表示他的学校开始封校。开封夜骑为什么要封校呀？不让出宿舍干什么？跟疫情一样。有网民说，昨全省教育系统紧急召开调度会，郑州开封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郑州公安和开封公安以及驻郑高校想不到的加班加点。不止郑州，俺们辅导员这两天全天值班核查，晚上查寝。应该说整个河南省高校。这方式不是大家热络方会。所以就是台风前的一股方式不大家热络方会。办不了。过来呀，你车子被扣上了。不让夜骑开封的大学生们已经开始夜跑开封了，到处都是交警，全部都是交警。叔叔们不让走了，叔叔们不让走，你看这么多在等，不让走，叔叔不让走了啊。11月9日凌晨，河南媒体连续发布多条评论文章，要求大学生不要扎堆骑行，对社会要有责任心，要激情，更要安全，给夜骑开封热降温。11月9日，哈罗、青桔、美团三大单车平台联合发布公告，郑州市共享单车运营区域为北至北四环、南至南四环、东至东四环、西至西四环，不得超出运营范围。不得超区骑行，连续提醒三分钟后将强制锁车并收取调度费。有网民表示，学生涌向开封，郑开大道一大街和二大街之间实行交通管制。有学生说，进入开封最后一个口被强制拦截了。爆料的网民表示，郑州大学生夜间骑行到开封引起当局警惕，这是十分值得玩味。这种非中共主导的有共同利益诉求的活动，上一次成规模出现还是疫情期间的白纸运动，再往前则是8964，不管哪件都足以让当局寝食难安。其实这件事起因非常简单，大学生选择低价的共享自行车去免费景点游玩，属于近几年社会上流行的特种兵旅游形式。你们从郑州来的吗？对的。骑了多长时间？骑了5个小时。这里是开封清明上河园，此时此刻你们的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心情？腿太疼了。腿太疼了。嗯。你呢？我腿更疼。那怎么回去啊？我很好奇。还是原路骑回去吗？不会。骑回去可是上坡呀。城际列车或者高铁。夜骑开封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是当代大学生为自己的困境做出的一次抽象化的集体社会活动的初训。我可以吗？我还有勇气吗？是不是该做点什么了？也有的大学生因为没有车，徒步前进要走大概10小时。我们现在来采访一下前面走路的这位小姐姐。哎，你好，你是从哪里过来的？我从市体育中心呀。那你怎么不骑个车呀？因为没车呀，所以我打算徒步去开封，然后我现在已经走了10几公里了。行，现在离开封还有35公里。哎，有车。哇，你们去开封的吗？对。要走多久啊？加油，少年。
有大学生发视频表示，因为郑开大道被当局封锁，绕道物流通道四个小时的路程起了七个小时。有郑州市民表示，郑开大道交通管制了，学生们又换走物流了，孩子们，物流大道路窄，大车还多，路灯也没那么亮，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郑州共享自行车平台9日稍后发布联合公告，称超区骑行连续语音提醒三分钟后将强制锁车。郑州交警则称，9日16时至10日12时，郑开大道郑州段非机动车道进行。好多大学生小黄车被锁，郑开大道一小伙子帮助50-60位大学生解锁小黄车。来，我又帮助2位大学生解锁小黄车，这是第40-50个人了啊，几十个人了。对，确认。如果你幸运的话，就不需要交违停费了。输入开封目的地，输入开封。对，找到有停车点的地方没有吗？没有，在这输入郑州东站。对，输入郑州东站。好，选第一个。好，选，继续开锁。你有可能不需要交违停费，幸运。OK。你们收着人家高额的调度费，你还在半路把人家车给锁了。你要么让人家选择一下，我可以支付这个调度费，但是你别锁我的车呀，对吧？你让我去大半夜在路上去往哪儿去找车？你让那么多的大学生，他们都在徒步往前去走，你让他们怎么办？你们挣钱归挣钱，你们也有自己的运营，你们也要养活他们，你们收了调度费是不是就要调度车辆的？没有任何良知。微博网民留言称，只要聚集就害怕，共享单车离被禁不远了，放过过周末的大学生行吗？因为夜骑家都不让回。有开封网民许先生说，开封人民很高兴，大家也很开心，所有人都热烈欢迎，因为这就是青春，这就是朝气，这就是活力。那些瞻前顾后犹犹豫豫教条主义的人不会懂，一辈子就是无趣的蚂蚁。有网友表示，11月9日夜骑开封的郑开大道上没有骑自行车的人了，一路上都是交警特警，遇到骑自行车的全部拦住驱赶。网友留言称，一切扼杀在萌芽中。郑开大道已经空空荡荡了，昨天专门为大学生开辟的骑行通道架的栏杆今天可能要被拆了吧，现在已经进行了，所有路口都有交警把守，非机动车是现在不能到郑开大道上行驶了。11月9号下午2:46，郑开大道，这一条是郑开大道西向东所有的非机动车目前已经限制通行了，所以说还没有出发的大家就不要再来了，这两天都没有办法再骑自行车，如果说还想去开封的就坐公共交通去开封。我现在是我开了个车，然后还有一个人是骑着车，我们估计马上也要调整路线开着车去开封，所以说没有来的打算骑行的大家改路线，要不改公共交通。相关视频传到海外 X 平台引发热议，中共国各地约几十万大学生和80后90后聚集河南郑州，骑共享自行车驶开封，网传80万人，中共国经济大崩溃，川普效应在中共国发酵。微博网友表示，我朋友的大学因为夜骑被限制出门了，好家伙，今天下午出门方圆十里找不到一辆共享单车，最后还是打的车。大学生夜骑开封被禁了，记得之前还都当作旅游热点宣传，开封都爆了，大学都直接整封校不让出去了，周末本来约好的一起玩约会现在全没了，变成校内外视频电话了，太没理了。网友表示，轰轰烈烈的夜骑开封被叫停了，最近几项政策下共享单车个人单车都没法由郑开大道去郑州了，夜骑开封要凉凉了。三大单车平台公告，禁止超区骑行，超三分钟直接锁车，不赚你的调度费，一刀卡死。网友表示，郑州的大学已经封校了，学生都不让出来了。封校，神经病吧，今年是2024年，学校已经严管，都别夜骑了，学校因为夜骑都封校了，
没想到第一次封校是疫情，第二次是因为夜期开封。神经病啊，学校封校了，正常出去一下就要找导员请假。知道我们开封大学生受了多大的罪吗？我们学校都封校了，出去连一个共享单车都没有办法骑，已经造成困扰了。网传视频中显示，郑州退役军人也不缺席，各军种的很多人参加，除了学生外，一些退伍军人，包括陆军、空军、火箭军的退伍兵、武警等也都加入到夜期开封的队伍中。河南八年武警夜期开封 ，Let's go！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咱们今天晚上夜期开封，兄弟们出发！八年空军夜期开封，我们退伍军人永不退色。八年战之，身为退伍军人，掉皮掉肉不掉队，夜袭开封，走起！火箭军八年夜袭开封，冲！八年陆军夜袭开封，冲冲冲！五年空军退伍不退色，夜袭开封，走！锻炼身体。五十军创带领战友一起夜袭开封，走吧！五年空军夜袭开封，走走走，冲！八年武警不能掉队，夜袭开封。五年空军夜袭开封，进攻！困扰了。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失业率飙升，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2024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1179万，较上年增加21万。毕业即失业成为常态。数以千万计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有些人被迫接受低薪工作，甚至躺平。甚至一些年轻人变成烂尾娃，这些均透露出中国年轻人对未来前景悲观的心态。一名大陆政治分析人士告诉南早，历史表明，青年失业是中国革命、学生活动和犯罪率的重要因素。经济衰退影响了学生和家长的思想，导致负面情绪的产生，社会没有未来。